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咱今天来这家犬舍啊，拿一只那个中亚犬，电话里面我给他通过电话了，最少是1600，他说3个月了哈，走，咱进去拿去吧。走，咱进来了哈，他这犬舍里面看看，看中亚。哪个是母的？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几个月来知道呗？几个月来？快三个月了，打几年疫苗了？疫苗新鲜了。疫苗新鲜了。你给我拿出来那个母的，那个壮的。这是老板的儿子啊，地主家的儿子。你放着，你放地下，再给我挑一个，这个挺壮的。放下。再拿一个，你别管妹儿。再拿一个，给我挑。这剪过尾巴了哈，拉。过来，漂亮啊！哎呦，踩尿了，我去！这是公的吗？啊，这公的呀，这是公的吧？你拿母的？还有三个，我知道。那继承的已经对应了。我知道你给我挑个母的吗？有两只，他说带铁环的那样的，叫人家递上来了。哎呀，太脏了，太脏了。那个是公的，你给我挑母的，啊？都卖完了呗是？那你把那个母的拿过来吧。哎呦，这个是公的，你拿回去吧，不要公的，我要这个母的。哎呦，过来，把它包外边去吧。那几条都卖了吗？哟，该凶的啊！两个继承人，两个带链子的卖掉了啊，这个也卖掉了，这两条没卖，这两只，这是公的母的，站起来，这也公的，能带尾巴的是公的，那还剩两条公的啊，狗呢？这傻家伙跑哪去了？啊，你拿过来，你这个听不懂话，我去，你拿哪去？哎，你拿哪去？行，你看他家犬舍有罗威纳，有金毛，这是金毛啊，血统的金毛。这边也是血统金毛啊，看看，这边也是血统金毛啊。我拿哪去了？今天人呢？跑哪去了？哎呦！哦，还要给他吹一吹。行，咱要吹一吹啊，这只是1600，给他老爸打过电话了，他干活他也不知道价格。关注一下啊。来，咱看看检测了啊。得测犬瘟。测吧，测犬瘟。你那几条多少钱卖的？2600。真假的呀？真的。你免了，你没句实话。你公斤的，俺妈卖都是2600。那我那拿的是1600，我比人面子大摆着。啊？嗯。我是不是帅？你说我帅不？帅哥。我帅吗？
我帅不，宁芳？你不说我不给你钱。光笑了你。看这是中亚母。真人，你那几条多少钱卖的？你不说。两千六。哎呦，你倒不是没有实话了是吧？真的，我哄哄你。以后我都不买那鸭子骨了啊。我真没哄你。真两千六卖的。啊。你把它捅黑子了。卖给哪哈了？外地了吧？也是咱种一片的，也是直播的。也直播的。他啥？他两千六卖的。咱这条是一千六买走的啊，我估计他也没句实话。你那我跟你说吧，那里就一千五七八一大关，一千五六。中亚。看三个多月了啊，等待这个结果啊。哎，那家还有啥小狗吧？金毛呢？金毛还小。还小嘞。嗯。他家养了得有七八十条狗。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拿走。犬瘟的还没出来呢啊，都是一道红线了，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。有病包退吧，帅哥。啊？啊？有病包退不？关键是没有。哦，关键是没有。嗯。万一呢？万一有病咋治？我找你退钱吗？不对。不退。嗯。你不怕挨揍？你不推荐人不揍你吗？中亚这个中亚怪老实呢，结果出来了，那你帮我报个场去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快活嘞，你干活那么慢，报呀！你动作太缓慢了。健康的啊，健康的，走。哎呀，这是帅哥，走，这，你那几条多少钱卖的？你那几个多少钱卖的？两千多。两千多，怪给我面子来这个。这是你多大了？二十多斤了。二十多斤，三零一秒，两零一秒。四零一秒就做了。你这人家来，你说的。行，我那个什么，放我车里边去，走。来，给我放我车里面，拿走。我慢点，慢点。好嘞，好，来关注一下，咱现在拿走啊，